走了，我们的奥车在这儿。We are lucky， 我们是幸运的。哎，可以早点睡觉。今天，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任务卡给两位。如果你们队在公演中拿到第一名，队内将诞生一位乘风创始人，请填写好乘风创始人推选卡，投送到宿舍门口的信箱内。としたらば、今の時点では。私はコン先生に託します。風乗りリーダーになりたくないですか？いや、なりたいです。なりたいですよ。なりたい。なりたいけど、そのチームを導くという点では今は私のスキルは足りてないから。 Will you drink some tea? Yeah! Do you need what to eat? No, no?我饱了，你饱了，好，那就不要了。This is a Chinese 功夫 tea， 功夫，功夫，啊，哦，功夫，嗯 ，But 功夫 has another means is patient。如果热水总是在茶里，嗯 ，tea 会苦 ，and small this many times this is 功夫，嗯哼。And drink. 谢谢。嗯。啊！Cool, relax. 嗯哼。休息。那这个呢？我们今天 today, right? Yes. And finish. Now, like, but 小美 I want you. Wow. No. Yes, because you.成为 new founding sister， 乘风创始人。If we are win, you make a good show with your idea.、Wow. Really? And I think that's for you. It's very good chance. 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你。まあいろんな感情があったんだけど、まあやっぱなんかその私が本当にそのでき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その不安とちょっと自信が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と、こう嬉しいのとその不安なのと混じって、うん、Thank you, but 我没有。进行。So you need chance. You know, when I singing 忐忑 on the stage、with this,、many people told me, Lina, 龚 Lina, so not beautiful girl. I come to this program, 我来到这个节目。So every day,I make up long time. I want to be a beautiful woman. 我每天都很漂亮 Beautiful woman. Yes. 花海 Yes. 花海 You know, when I was a girl. Beautiful. Yeah. I never think I can address clothes. Pink. Pink color. Pink. 粉红色 Because many...Girl like the pink. Yeah. 啊，粉红色都喜欢。But I don't like because I think this is not my color. 我从小就穿红色的衣服，我不喜欢粉红色，因为我认为我不是一个漂亮女孩。I have a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He is very handsome. Sometimes told me.If your face and your brother's face changed, that for me is very. Oh, my face not look good. 我长得不漂亮 I'm not a pink girl. So I don't like pink. I like red. I like red because 我是红色的，我 strong.
You know? いいえ、全くしてませんでした。なので、それを話してくれた時に、なんかすごく信頼してもらったんだなって思うし、そんな思いを抱えながら、ずっと歌い続けてきたんだろうなって思ったら、でもそれでも歌い続けてステージに立ち続けてきた、コン先生は本当にかっこいいし、美しい人です。嗯嗯，你行的，我相信。I believe you. You're great. 你是一个真的很好很好的老公。嗯，谢谢。あなたを信じてるって先生が言ってくれたから、その気持ち、熱い気持ちがすごくあったから、できない、できるかもとかじゃなくて、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希望我们拿第一。放进去啊，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就放。まあそれに応えようと恩返しのつもりで頑張って歌います。はい。楽しんでステージに、そしてみんなに素敵な声、歌を届けるだけです。这个舞台太漂亮了，我和小美会好好的享受这一次合作。公演が始まります。我也想站，哇，刚才那一下，哇，真棒真棒，太漂亮了，太美了太美了，哇哦。他们用各自的语言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虽然我听不懂日文，但是我会深深的被他的情感打动到，然后龚老师一唱出来我就泪目了。嗯，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明明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怎么可以融合得这么好。他们俩的这个歌声，他们俩的这个舞台，他们俩的这种配合，哦，简直是享受。就是他们那个唱到那个不要你离开就那句话的时候，哇，然后那个花啪就炸开，然后花朵就这样散开，那一瞬间就直击灵魂。我们是仙女，我是龚琳娜，其他的姐姐都叫我老公。老公好可爱、啊兄弟，你喊不合适啊！我是美伊里啊，美伊里啊，小美，我来自 Vivian， 请叫我小美，小美，谢谢。小美啊，是第一次在中国参加这样的电视节目，然后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用中文唱歌，大家说她唱的好不好？好，谢谢。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跟中国歌手合作。对，谢谢老公。小美真的进步好多啊，她中文好对她进步好多。那也要问一下他们两位，因为的确就是用中文和日文来演唱这首歌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有什么难度和挑战没有？介绍一下。对，因为我从小就听了很多日本歌，像 S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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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Ishideru， 对，我小时候就把它记下来，然后一遍一遍的学。这次跟着中校界的那个录音，一遍一遍的学了日语。但是我觉得对小美学中文难不难？很难，很难。就是小美讲中文是带着肢体动作，她身体会表现她的想说内容。很难。那接下来如果支持他们就请按下07号，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
边，那边，那边，那边也要跳。那边，对，那边，对，那边，那边的各位。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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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时间到，时间到。来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究竟花海队会获得多少乘风值呢？请看大屏幕。我都紧张了，我都多少多少呢？哇！恭喜花海队获得798乘风值，好高！感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请两位姐姐到后台稍作休息，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要再回来。Now relax. お疲れ様です。谢谢，ありがとう。谢谢，谢谢。ありがとう。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